烫得很。哦，这还冒热气的。哇、哦，热气腾腾的。吃粗茶淡饭，看人间烟火，寻找属于普通人的饕餮盛宴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正在努力的彭磊哈。啊，今天是我在移民的最后一天了哈，最后一顿饭。然后我们想吃啥呢？当然是吃学校旁边最实惠的工地自助了哈，13块钱一位哈。今天我们去吃这个、同学推荐的一家哈，就是我上次去拍的，上次去拍的对面那一家，说味道不错哈。我怪不得我说这个上次第一天去拍的时候，去他那吃的人特别多哈，然后去我拍的那家吃饭人就有点少哈，我以为是我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哈，但是这个生意其实也不是太好影响的，对吧？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去尝一尝。哦，这还冒热气的。随便要哈，先餐点来热乎的，鸭子又在这。火火的得自己呀，蛤蟆刚刚炒的，热乎的。要嘛热乎的，刚炒起的。我们是拿完就可以。这是火火的嘞。这是猪头肉是吗？对。哦，帮我包点好吗？这是准备拌啥呢？放到这儿给你拌的。它都是拌烧的。哦。这跟在你们这还属于下酒菜吗？我吃的稍微有一点腥。对对对，嗯。因为川是别吃的。哦。我拌有点强。嗯，那都切的。哦，这我是。啊，这是卤鸭子，自己卤的。哦。来，下去。等一下，下去卤过来就是。这烫得很，知道。菜卤起来，卤起来。这边要哈，这边要。这边要。我过来得自己要哈，菜过来，刚刚炒的，刚刚炒的。油麦菜是吧？鸡翅尖，这是啥呀？沙巴回锅肉。回锅肉。对。哇、哦，热气腾腾的。真不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？我吸引了，不是，是他这个菜吸引了。他老板雷大家，你还不来收一份啊？嗯，他这个生意好像是最好的啊。哎，帮他雷。嗯。刚刚炒的，差不多要好多。啊，差不多要好多。13块钱一个人，对吧？随便吃，超值啊！就每个菜里边都是有辣椒的。除了西红柿鸡蛋以外，不，这个豆花我昨天是在那个饭店里吃的，小份的是10块钱一份，啊，差不多吧。你13块钱在这吃一份豆花，小小的豆花基本上就回本了，是吧？还能吃饭，还有白肉，哇！反正这个蘸料比我在那个李庄那个饭店里面吃的豆花还要好吃。呵呵，比较实惠。嗯，太实惠了，主要是13块钱。
都是肉啊。我们开馆子的算少少，人家这个的话是三块一块的，还是三十的。你在外边炒一份那个，回锅肉盖饭就得15块钱。大家还想吃啥就吃啥去吧。啊，有汤有饭，啊，荤素搭配着。经济实惠，好吃不贵。而且我感觉还特别干净，就在外边大家都能看到，是吧？公立资助学校食堂的最后一顿了哈，相当的爽，这个也是相当不错的哈。好了。